你们耍人啊！嗨。 哎，你们家会不会无聊啊？做人不能踏实一点吗？啊，不啊！傻傻，两个人，无聊，无聊，上车我们一起。把门锁起来，把门锁起来。不是啊，为什么要接你们两个？几个人啊？全部人都在车上吗？你们都已经到了。我们从哪里来？你们在骗什么？到底有什么好骗？所以你们是被发在松山机场的？对啊。所以我们只是来这接你们。你们是要我们两组？没有啊。 那这样人接起，我们是不是要出发了？亚布，你会觉得我们又坐这个车，然后到那边，然后又如果又要再怎么整地啊？我会直接上车。真的？因为整地太无聊了，无聊啊！可是观众很喜欢，他看我们痛苦，他们好开心。太无聊了。 上建国了哈，我们去高速公路了。对，而且是往南哦。哦，搞不好是去士林而已。去阳明山了。有必要大费周章？圆山饭店。他们刚刚把我们带到松山机场。对啊，我们已经紧张到快不行了。我们就不是实境节目，是整人节目。这台车一路往南开到垦丁的几率有多大？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猜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来。 外赌，我们自己外猜一支。我猜台中，我要新竹，我要猜新竹。好，我猜桃园啊，就桃园、宜兰。那我猜苗栗。现在这方向不可能是宜兰，你要输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猜彰化。如果猜同一个县市的话，可以用中。反正越近的，然后东南西北的。哎，我跟你讲了，不行啦，就是只能猜对点啦。比方说，我猜好了，我觉得我要去苗栗。 那我如果也是苗栗人，只能中地名，我已经先猜走。哎，我刚第一个讲的，先猜先。哎，不能这样子啊！我刚已经猜好说我要去苗栗，哪有这么难的事啊？好，不然你再选一个好了。啊，那如果苗栗我很亏哎。哦，天哪！六不定式。哦，所以有人猜嘉义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好，我嘉义。那我只能猜南投了。哎呦。 说猜南投，我还是得说我的正选是苗栗，我让给元浩哥了。那没办法，就太晚了啊！对，没有他刚比你先呐，他没有讲苗栗，他一开始没讲。其实他有，我要新竹，我要猜新竹，我猜桃园，我猜宜兰。那我猜苗栗，他有吗？真的有讲？那没关系，因为辈分比较高，所以你就管。对对对，合理合理，我们允许某些人赖皮。哇哇哇哇哇！你讲这话。